見到你啲衣架全部都推動喺一啲好入嘅位置。第一次睇遮肉耳仔啊嘛，啲人個個嚟坐衣嘅時候都係咁。係咪啊？咁而家我開始幫你坐耳啦，咁有咩唔舒服就叫出聲就可以噶啦。咁有啲耳垢咧喺比較入嘅位置咧，你嗰個不適感可能會大啲嘅，因為可能你自己冇掂過咁深啦。咁如果你覺得唔 OK， 都係直接同我講就可以。